所太脏了啊！你知道吗？那里面的满地屋都是卫生纸哦，地板又湿湿的，到处都是脏脏的鞋印，什么对不准的啦，垃圾乱丢的啦，不冲水的啦，真是。一走进去就让人心情愉快呢。对啊，我们这次办这场洁厕比赛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体会到打扫者的辛劳。对啊，那些打扫的人也不能一直在那边驻守嘛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上厕所时都能对准的话，那么就可以保持我们的厕所干净整洁啦。这就是我们想出来的方法。有木华，还有教大家打扫，还有装监视器，车里面影响的座椅之类的方法，然后有些人。